Grand Singles Champion from Malaysia, Lee Chong Wei.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吧，然后我觉得我承受了很多年，就是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你每次都是大比赛会拿第二，然后我觉得不是我想拿那种第二，我也很想拿冠军，一路都是领先，还是做我最大的努力，但是我自己都知道很想拿个冠军，我觉得我自己都很难受，但是没法子，就是我每个比赛大比赛我都会做我艰苦的准备去拼到底。 就是这成绩就是结果，就是每次都是在决赛输掉嘛。然后我觉得有时我就会内疚，我也很难过。打完八强、四强的，然后别的报道就问，你会觉得马来西亚就剩你一个人吗？ 我觉得我打的那个，出国我觉得感受很辛苦吧。我也希望我的队友能比我更好的成绩，还是陪我一起过的八强还是四强，我也很希望。因为我觉得每次比赛来说，到了八强这四强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孤单，然后每个队友都回国了，就留着我一个人跟教练吧。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的队友有一个很好的成绩跟我一起吧。但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们羽毛球生涯都是很短。 然后我也希望我们的年轻球员会很快的上来，然后我也是会慢慢的走下坡，很正常，然后会退下来吧。每个人媒体都很想知道啊，你觉得这个世界锦标赛很重要吗？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对不是对我自己，对我的国界也很重要，因为我们没有马来西亚没有赢过世界冠军，我本身来说我也是希望我。 这来广州能打每一场打一场好的比赛给球迷啊，广州的球迷还是全世界的球迷看吧，因为我觉得冠军是一个，但是觉得慢慢的退下来，我很想享受一球。那我觉得刀飞哥跟皮特盖德现在退下来，他想享受一球都没有了，也想交手跟好的球员没有了。那我希望现在跟很多那种比如是林丹啊、成龙啊，就是。 都朋友啊，还是谁有机会交手的时候，就希望能好好的就是享受羽毛球吧。
Previously, none of them can expect the other one to give it to them. They have. Hari ini, I want to announce my retirement for the 19 years in BAM. And I think this decision, I very, very tough do the deep decision. After I go to April, last my checkout in Taiwan. And more important, I want to thank my family, my wife. It's more important.
And last, I want to thank you, Malaysia. No Malaysia, no little way, and nothing else, international team. And all the way fighting for my country. Thank you.